嗨，晚上好。我睡着了，本来想先直播的，结果太累了就睡着了。等一下，放个音乐吧。吃饭回来就吃饭，我回来太饿了。今天就早上吃喝了一点粥，然后就握手就没有歇过。今天是我第一次从头握到尾，就是一点都没有休息。以前会上个厕所什么的，比如说去一趟卫生间，回休息室喝喝水什么的，休息一会儿。今天这次握手是一点点都没休息，从头就是坐到尾。我也不知道，今天正好，以前都是会去下厕所，今天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从头窝到尾，然后就是很饿。把这个支架，哎呀，我去拿一下支架，这有点太矮了，这个直播。嗓子太哑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我回来的时候说不了话，因为回来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就一直在吃一个润喉糖。我回来的时候就在吃润喉糖，然后睡着了，这个糖在嘴里。太高了，可能会没。我在直播。这个更新之后都不用开灯了，不用开那个打光灯了，很亮。因为他现在用不了旧手机直播了，必须得强制更新。眼睛还是很肿，现在稍微好一点。啊，错过了皇冠，谢谢西瓜的皇冠，谢谢这个八戒，谢谢你的皇冠哦，谢谢八戒，心肠不坏，八戒，傻的可爱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谢谢，哎呀。想给你们就是看看我今天收到一些就是东西，然后呢来给你们看看，但是在外面忘记拿了。
还有都丢丢的抱枕什么的。我很哑吗？好，还行吧，比刚回来的时候行。今天说了好多话，有很多就是有新粉，有旧粉旧粉老粉，我很配绿吧，这怎么办呀？这是我的衣服，我可以不脱下。哇，我以前穿的好可爱，这个是一日馆长的时候穿的衣服。好香香哦，因为刚洗完就是那个味道很香。我不能，他说我穿绿衣服，我就换绿衣服。就是这件衣服我印象很深刻，是一日馆长什么穿的，因为后来再也没穿过衣服。我真的很适合这样的衣服，确实我发现我适合的风格就是这种有点西式的这种叫什么，这种风格叫什么。大小姐风格，大小姐驾到，什么那个歌词，那台词怎么说来着？小相夫，人家是小相夫，你是小相夫。通通给我闪开！哎，王爷，给我拿个水。这里好像有。就在我面前这个桌子上，我好像要看一下。给自己先来一口，要喝温水，我房间没有温水喝，因为温水机用不了。哎呀好香啊，这个衣服阿姨才刚刚帮我们收了，来致敬。这个衣服太久没有看见了，一直晒在阳台，好香啊，可以穿这个衣服了。对，怎么办，这个绿衣服有点太显眼了。谢谢康小文喝粥的夜蝶。哎，我这个是新的主播，哎，我买一个很可爱的梳子，可不可爱？想着以后可以就是随身带，就是出去的话可以带着这样的梳子，然后不然你们每次都说我是流浪汉。让我试试，换一个滤镜吧。哇，它这个滤镜用完之后有种用了那个落日灯的感觉。哎，好热，我脱了啊。
谢谢小陈的权杖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权杖哦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谢，今天握手会见到很多人，嗯，我好多粉丝是屏幕党，外地的。然后我发现一个事情啊，我觉得可能这个直播间大家都不知道我哪里的粉丝最多，也不是最哎差不多好多，就是我印象最深刻有个地方的粉丝特别多，台湾。一直接到电话，我就是都是台湾人，因为一听就很明显台湾腔，台湾都这样说话的啦，就是这样说话呀。真的好多粉丝是台湾人哦，我怎么不去台湾四八呢？大家都是这样说话的啦。谢谢小鱼弟弟的皇冠，谢谢谢谢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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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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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糕，没人来第一回事。没人第一回就是，不是，我社恐。谢谢小玉的皇冠，谢谢小玉，谢谢你哦。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周氏说谢谢，谢谢25秒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戴上皇冠啦，谢谢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谢谢你哦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真的是无语了，每个人都是，我社恐。然后到面前说我今天建设了一天就是不敢过来，我现在终于敢过来了，我就是社恐，每一个人就社恐，我说这个社会上还有不恐的人吗？太差，真的太差，打电话也不敢，最后就是只能让我发语音这种，人均社恐，真的。然后谢谢娜娜酱的皇冠，谢谢谢谢娜娜酱，谢谢谢谢你的皇冠哦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真的社恐有点厉害了，我就不知道了我有多可怕呢，真的是就连电握都不敢。然后谢谢接接接接，谢谢接接接接 OS 周宝贝的皇冠，谢谢四个 J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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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。而且我哎别说了，我现在戴口罩，我还说觉得我很可怕，我戴着口罩呢，我就戴住了个眼睛说你，就觉得有点害怕。然后哎呀真的是怎么会这么社恐啊你们，
然后有的人打电话嘛，就是这种，谢谢难过的谢，谢谢难过的谢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哦，谢谢你小谢，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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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然后，如果打电话的时候就是，我社恐，然后我就沉默，说喂，听得见吗？说听得见。我说你吃饭了吗？嗯，我真的我这个人很为难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社恐成这个样子啊？沉默是金。谢谢小 J 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你夜蝶，没有后悔没有跟我多说几句吧，因为今天就是有的人都没说什么呢，就是打了个招呼，然后时间都到了，然后 staff 就催时间了，我就说时间到了，我就在想你们就是最后了，赶紧多说两句话。谢谢小犬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。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谢谢。然后就，哦，而且我就说，马上时间要到了哦。我说 staff 就是要去催了，说马上时间要到了，可以多说，赶紧多说点话。我说哦，拜拜。我就，然后还有的人就是，时间到了吗？然后或者看 staff。时间到了吗？然后就打电话说，哎，现在时间到了吧，拜拜了啊。呀，我真是觉得这个握手千万不要钱的。还有的粉丝就是我发现大家有个误区，就是你要是去年或者是上半年就是跟我握手过，然后平时就是出现的比较少，我就是很难就是记得住你的长，就是你的脸跟你的 ID， 真的是有一些对不上号。谢谢一丢丢的液体，而且我都是就是自从疫情以来，对我来说就是大家都戴口罩很难辨认。谢谢，谢谢叉叉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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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皇冠，谢谢谢谢谢小我的夜蝶。其实我不联网，我能记得就是，可能你见过我，我知道就是你的脸有印象，但是我很难把脸跟你的 ID 对上号。就是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。白发言了，谢谢白尾柴，谢谢小柴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。而且我有的粉丝，我天哪，真的长得跟双胞胎似的，好像，可能你们自己不知道，所以我就很震惊，长得怎么这么像、啊、真的，这不是我脸吗？我这个人还好吧，但是有的人真的长得很像，主要是戴着口罩就更像。谢谢小更爱吃辣的液体，我没有抱怨寻亲啊。今天握手会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就是不是我的粉丝，就是别人的粉丝，然后过来就是问我，然后跟我说，你粉丝好多美女啊，他想认识一下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你这个人，我就是心想说，就这样，这个人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说呢？
女生。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什么行为？谢谢诺诺酱的夜天。而且我今天就是 staff 姐姐是那种兼职嘛，她之前什么她什么都不懂，然后呢觉得很新奇，然后就听她在旁边就听我跟我粉丝说话，然后呢，然后就是我印象很深刻今天这个事情。嗯、哦，对，她很温柔，因为她就是。就第一次兼职做这个工作，当时有一个粉丝，有一个女生过来，就是握手的时候，她女朋友在后面，就跟我说，她跟她女朋友一起来的。然后这个 staff 姐姐听见了，说啊，然后我说，然后那个 staff 姐姐说都不想让她走的，想，她说她想吃瓜。还是没见过这么长，他就一直在那儿听我们，他觉得很，应该觉得很有意思吧。怎么兼职是大 staff？你是不可以的。下回都领女朋友去，你有吗？你就领。他们跟我说了什么可以分享？也没说什么，我就。知道，如果说这个话题，有人就是怎么说呢？带着孩子去可以啊。诶，哇！等一下，这个好好的特效怎么加载不出来呀、啊、哇，这个可爱。好了，继续聊天吧。可以聊聊今天握手会。今天不说，我怕我之后万一就忘记了。谢谢借喝冷饮，饮食清淡版的液体。今天跟大家聊天还挺愉快，就是聊了个嗓子哑。总之是一次愉快的经历，然后有很多心思，有的人就握手券这个签名券搞不清是什么东西就来了，就是有点心的离谱了，买了券但是不会用。我的粉丝年龄阶段真的很离谱，对，有很多小朋友。
每一刻我都会跟他们说要好好学习哦，现在可不能这些。哎呦，这个就有点东西，很后悔没有发挥好吧？是不是很后悔自己？哎呀，准备了半天电话，然后到真的电话的时候，哎呀，怎么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呀？我已经很了解你们了。谢谢猫猫虫不丢的权杖，谢谢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的权杖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有捧的，还有，哎呀，这是上来第一句话，你吃药了吗？你还以为我有什么大病？你吃药了吗？今天就是握手，要戴着口罩。我真正喝，就是把那个水放在这个下面喝。因为这个口罩一戴，我今天化了一个精美的妆，结果口罩一戴什么也看不见，那个妆都花掉了。对，我有好多粉丝不敢握手或者练舞，我发现，因为为什么？就是一到这种时刻，我就怎么会这样子？就是我的粉丝有两种不敢，一种就是线上粉丝不敢线下握手，还有一种是线下来的，但是他不怎么在线上发言，觉得没什么好说的。确实为微诺的网络挣钱出气。嗯，再换一个。啊哈！戴口大翻抖音，本来还想当天想拍抖音，但是每次回来累得没有力气了。我刚刚睡醒，然后舅舅就朝我狂扑，就是感觉一下子很缺爱。我刚睡醒，我就迷迷糊的，就是他半躺在那里，我舅舅冲过来。丢丢，他现在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爱，不需要了。丢丢，我就给你把它抱过来。走吧。我们舅舅有很多粉丝呢，有好多粉丝夸我们舅舅好可爱。嗯，嗯，看舅舅他就是会抱着别人的手。这是我们舅舅小猫的特点。好静最喜欢舅舅，就是因为他会抱着人的手。抱住我的手来，这个衣服恐龙好大。嗯，
明天再看看你。怎么大小眼了？把眼睁开，睁大。能够从花身上流泪，看到了真实。把你的头发给你梳梳头啊。大家好，大家都认识我吧，我是美女啾啾。喵喵，今天在懵懵的，我还给你刚睡醒。谢谢小被子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皇冠哦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对你的爱心。今天我画了很多个小啾啾，干掉。好乖哦，他现在，现在是他最乖的时候，因为刚睡醒懵，是吧？啾啾好上进，嘿嘿。哎，这个很可爱，我喜欢它耳朵里长出来两撮毛。对，我们啾啾，我也很喜欢我们啾啾耳朵炸炸毛的那种，因为我之前就想要一只耳朵会炸毛的小猫，长得特别像。我们啾啾是耳朵炸毛的小猫，小咪咪，小咪咪，小咪咪。它躺在我的腿上呢，你啾啾，你们摸不到吧？它很软，非常非常柔软，因为它就是毛软软软的，毛茸茸的，因为可能它是母猫吧，就是很软，很小很软。是不是觉得我们啾啾没你们小的那么大？嗯，你啾啾软软的小一只啊。小小一只，谢谢阿杜娜的皇冠。啾啾说：“谢谢阿杜娜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皇冠，谢谢谢谢啾啾。”来，应该说谢谢，谢谢谢谢。又开始舔人了。哎，啾啾。啾啾啾说：“谢谢谢谢。嗯”啊啊！救命啊！啾啾，痛死了！啊哈！嗯，吃鱼，啾啾，吃鱼，小鱼可以吃，这么吃，别人说不吃不吃。睡醒了，现在醒了，刚刚没醒的时候有看见他有多乖了吧？他真的饿了，现在去吃饭了。直接走过去吃饭。觉醒。他有，如果就是说真的生气咬人就不疼，他如果生气的话。咬人就很用力。花西子直播，哎，我今天握手的时候，好几个说是放花西子直播入坑，我说啊，花西子直播，呀，竟然吸粉，说看了花西子直播入坑。你们也震惊了。而且也不止一个人，有好几个人都是。真的，嗯。专业带货。那就美美的用一个花西子，所以外物有多重要？你这话说的。
给大家展示。来不了二二二，我嗓子哑了。昨天他们送了我的大礼包，全套大礼包，没有上。我可以吃一个糖，我刚刚在吃这个糖，之前买的蔓延舒宁，好爽好爽，好爽润喉糖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人家他就叫豪爽。说到就是握手会嘛，我就很多进屋，就是因为我有很多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多就是外来不了的外地的，就是线下党比较少。然后有一个黄牛跟我说。说接了我好多电话，说你好多外地打呀，接了好多好多电话。过几天要回台湾了，又是一个台湾粉丝。台湾现在好像来不了吧，要我隔离很多天。喂，你说连电话都不敢，有啥好不敢的？你们说，我们就是面对面的偶像，你还不敢的话，那你就是……请把我们就是的名字打在公屏上。面对面的什么什么偶像来着？哎，粉丝有粉丝包袱，确实。然后我之前握手会就很觉得很迷惑我的粉丝群体，我就想我的粉丝到底是，就是你看线上党不敢来线下，线下的就觉得没什么话在口袋或者是微博说，就是也没有怎么见过他们的 ID， 就是完全就是两批人的感觉。整个人就很迷惑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谢谢丢丢的夜蝶，丢丢，对，就在叫。只要有人出门或者进厕所，他就会狂叫，就很着急。一个不敢在线下说话，一个没什么话在线上说。我每次都要重复一句话，我难道会吃人吗？怎么这么害怕？娇娇，娇娇就是看到有人出门了，或者是去厕所了，他就会一直很着急的叫。如果去洗澡的话，就会就坐在门口狂叫，就很担心我出事儿。握手在互相谦让，你先。
排队嘛，即使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们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为了让你们觉得我这个人不严肃不恐怖，我就一直把音量提高说话。哎，我就是提高八个这个度，就是提高八个度，就音量在讲话，讲的嗓子都哑了。我今天音量真的有点太响了。我这不是为了表现出我的热情洋溢吗？这个当然要讲话密度很高啦，这个握手券可是计时的。今天有人穿大裤衩的人挺多呀。像导师答辩，我天哪，我是老师吗？我今天穿那个总选服太难受了，把我头发全都勾住了，他那个衣服特别扎人。今天握手会有什么好玩的事情？我都讲现在，我就讲了这么久了，这个直播一直在讲握手会的事情。你说，你还要问我今天握手会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没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家的社恐。谢谢小贝子的红冠，谢谢。谢谢谢谢你的红冠，谢谢你的红冠，谢谢。荷花西子好专业，说实话确实有点，因为之前经常看那种，就自己经常看这种美妆的，什么带货直播，第一次自己尝试，挺有意思的。就是要一直在，但是主播挺好的，因为要一直说话，嗓子像我这种咽炎就还很容易痒。怎么样，是不是看上去挺高级的？买了一个面霜，因为我们约面霜用完了，我在网上找了一个看上去很可爱的，像那种蜂蜜的罐子是吧？啊，谢谢面面的皇冠，谢谢面面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。我发现就是握完手之后，大家什么就是这个。大概什么样子，我心里就有着一个模型了，就大概知道你们是个什么样子。别看你们这发言感觉挺直的，哦，你说说。就他们还没有你啊，他们还没有你知冷，不会这样啊，舅舅，他们还没有一个小猫咪知冷，是不是？你
哎呀，你们太差了，你们太差了。嗯，你们最近好香啊，今天谁来啊？出去约会呀、啊？我现在拿捏了。崔健，你要干嘛？你眼睛梳子不能吃啊。也不能吃，丢丢，下去下去，下去下去。小馋猫，那喂呗。哎对，对。啊塞。我那不是怂，我那个是保持礼貌的距离。丢丢，你在干嘛？下去。你们跟我不一样，我这双重身份跟你们可不一样。你们不要给自己找借口，就对呀，都是借口。你们就在给自己找借口，给自己找补，还不如就大方承认了。腿打破了，就是没事就会撞的。谢谢你的皇冠哦，谢谢你，因为我耳朵说出来吧，有点耳背，因为就是环境嘈杂，就是吧，听不见也很正常。而且有时候比如说签名要签 ID， 他那个签名的话就是不能更改，就必须要问清楚你到底叫什么，我怕我万一我记得但是我记错了可怎么办，然后我就要很大声的问那然后大家说话都是这样。签名有两种，有两种，哎，我要来科普啊，我也是今天刚学到的。只有签名券的话，就是只能签名；如果是签名是加握手券，签名券加4张握手券就可以签写别的。
因为今天这个 staff 姐姐是新来的嘛，她也不太熟悉，我跟她一起学习。大家学习到了吗？今天还学到的，真的大家好新哦，就是崭新的，真是哎，等一等，好新好新啊，买的新衣服，等一等。然后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谁谁谁说啊，不认识。真的好新，我说什么什么哪个真人，我不太认识。真的好新，崭新崭新的，谢谢小浅的成长，谢谢你的成长，谢谢你哟。然后什么姑娘也没怎么看过。入坑四年半吧，如新，那你这个已经非常就是很有经验了。为数不多的握手体验，是不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？确实，有好多人就是很喜欢啾啾。有没有社交牛牛症的粉丝？也少，基本上没有。就是你们住在一个地方的，可以多交交朋友，这样就不会社恐了。以前都有粉丝表演的，对，但是我记住我的这些粉丝呢，不太差了，就是很害羞。很脆弱，就没有这个表演的，就是这个功能。对，下次给我现场跳美杜莎，好的，记住了，我给你放音乐。也有隔板，有没有？好尴尬。哦，以前握手会都有个板子，是吧？太久不握手，都有点忘了。给我唱歌可以啊，只要你不尴尬，反正尴尬的不会是我。你可以就是自己带音响过来，带个话筒，让大家都听到你的歌声。我播到20分吧。姐妹们，以后再也不叫你们兄弟们，以后叫你们姐妹们。你们都是那个，你们都是脆弱大烈肉。这个形象已经根深蒂固了，友友们。我女饭好多，对呀、我就没有几个男饭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渐渐的就没有了。今天来的就几个，有的就是有一个男饭，两个。因为有的也不是我的粉丝，他就可能来握手会看看。
蓝饭可能也是姐妹。然后这个，你结婚手绘袋子会分两个，就是上面会写，就是根据男女性别分。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渐渐的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第一次进去的时候，男方还挺多的。嗯，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也不能说是男伴还挺多呢，只能说是我的粉丝就是也就是那么几个人，就很少，就是还不能用多这个词来形容，因为总共也没有多少。20个，有20个粉丝吗？有，对，我以前是男饭的，然后慢慢就，大家就是，是不是男生就慢慢就不怎么追星了，就是我，反正我了解到的我的男性粉丝就很多回家结婚了。对，谢谢小鱼弟弟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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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我自己感觉就是我自己感觉像我同学什么的，一般都是女生追星比较多，男生追星的也比较少。我这边头发掉，它比之前头发都长。嗯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的粉丝太社恐。社交扭扭症，我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想跟大家多说说话的小偶像。就不能浪费钱呀，你们说是吧？这个握手券我觉得还挺贵的，你要是不说话，你要么要是不说话的话，那就浪费钱了。而且好不容易就是有可能从外地啊过来，就是来一场握手，你就说就两句话就走了，也没怎么说，对吧？而且就是有的人，就是自己来了也不怎么跟其他人交流，也觉得很社恐，觉得其他人很冷漠什么的。就是大家要热情一点，
互相之间多认识认识，这样下次就是可以一起玩呀，一起来看看我，对吧？不要紧张，现在我要教你们做人，我要教你们做人，怎么就是大家多热情一点，让大家散发你的热情和善意，就跟就是锻炼里或者是在网上跟大家多交交朋友，对吧？大家多在一起玩，不要浪费这个，你看好不容易来自线下或者是订货，怎么能浪费这个钱呢？那当然要多说几句话了。我让你们交朋友，没让你们 CP 地垫，唉。给这个。CPDD 什么意思？就是钞票多多的意思，大家在炫富，觉得自己很有钱，知道吧？天天在那钞票多多，钞票多多。知道吧，这就是你得注意这网络诈骗的问题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。天天在这里钞票多多，什么意思？臭屁啾啾，臭屁啾啾的意思啊！我们啾啾睡觉了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啾啾，要睡觉了，要趴在帘子那里要睡觉了。看看，美女睡觉，这样打扰。会看着我。像个小母鸡这样子，像个小母鸡一样，像趴在那里准备睡觉。掉毛严重吗？最近有一点掉毛，但还行。如果穿黑衣服的话，就会很，就是会很严重。如果穿其他衣服还好，就是没有别的毛，别的毛掉毛严重，有一点点吧，因为它毕竟是长毛嘛。你那副小鸡。对，他喜欢睡觉的地方，一个是帘子那里，可能有时候在睡沙发上，有时候睡钢琴椅，然后也喜欢睡在我们，就是睡到枕头上面。昨天我就看着他入睡，爬到那个枕头上面这样，这样子怎么样不走过去啊？舔舔自己，然后在那睡觉。然后早上，因为我也没睡多久，我就醒，闹钟一响，他也醒，他就跟着我，然后一起起床。我去刷牙洗脸，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也在洗脸。早上发生了什么？如果这事情说出来的话，我们推推粉丝会不会跑板啊？不敢说了，怕你们出坑。我们丢宝就是犯了点小错误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不说了。
给我们丢丢留点面子。那小猫猫在睡觉呢，给他留点面子。没有没有，他没有拉稀，他只是毛比较长，容易有时候容易粘到，真的粘粘。但是他其实还好了，困困才是真的比较困的。困困是之前就经常粘粑粑，因为他布偶长毛猫，然后胃很脆弱，布偶的胃是玻璃长胃，就是比较脆弱。丢丢倒还好，但是他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，就是他每次会溜出门逛，想逛那个仓库，然后或者每次都想溜进厕所。没有拉撒，哎呀，你们就是天天学的一些这些网络用语，天天在用这些网络用语，这是正常的叙述这两只猫的对比。我是说它那个粘粑粑的情况都还好，但是它另外一个情况就有点严重。它今天又溜进了厕所，然后我早上就很着急嘛，也没管它，然后我就去到卫生间之后，发现它在喝。他以前只会去那个淋浴间那里，他今天就这个人就是大崩溃了，只是比较容易口渴啊。可是我明明给他倒了新的水，他就是馋，什么都想尝两口，他就是馋，什么都想尝两口，有时候就会犯一些错误。怎么回事啊，你们这些人骗人，刚刚还说不会出坑，我们丢丢的现在就出坑了，你们这些大骗子。我亲他，我又不是，就是我就是亲他的小脑袋。你弟弟马上就干净了，马上就要洗澡澡了，要给他刷牙牙洗澡澡。哎，别再继续说这个话题了，慢慢就是有点心痛。别说了，说了我要心梗了，我马上要下线了，有人太晚了。明天我要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大睡一场，补补觉。这两天都没怎么睡，因为我就是这两天非常精神，你们不知道。因为我就是天天在看那些沉浸式护肤，看了很多美女，看了很多美女她们每天的日常，然后我就开始决定要好好护肤了。所以这两天我都很好，就是每天我就是回来再晚，昨天回来很晚又很累，但我还坚持要敷面膜。然后今天早上起来，我天哪，这个脸就滑滑嫩嫩的。谢谢小被子夜蝶，谢谢所有女生，记住一定要好好护肤，尤其是化妆很多的女生。看了啥美女？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个叫真的很漂亮，她还挺有名的，就是应该是模特或者网红那种吧，叫转推，
那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伤心了。不说了，难过了，我默默的流泪了，我现在要下线然后去哭了，难受了，知道吧，我很脆弱的，我走了。我只会自己默默的流一个眼泪而已，我要先走了。我觉得吧，哎，没关系的，这个网络世界容不下我了。哎，虽然今天刚刚才握手会结束，我就已经就是面临这种大面积就是转推的情况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接受的。唉，这就是世事无常，人生就是这样的吧。唉，不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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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眼泪在肚子里打转流回去了，因为我是一个坚强小宝，所以我的有泪都不会轻弹的。有缘再见吧，再见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啦，拜拜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快睡觉吧，一点半，快睡觉吧，拜拜。我就不说，我就不说，哼，有本事线下来问我。拿捏，晚安，拜拜。拜拜拜拜，晚安啦，拜拜拜拜。哎呀，怎么这样啊？我这是憋着，那我就憋着吧，没关系的，我很能憋的。拜拜，晚安啦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你看，这就是，我哪有挑衅你们？我就是在跟你们好好的交流，这辈子。没有见过我这么甜的人吧，嗯，对啊，就把甜心宝贝周诗雨打在公屏上。我要走啦，我要走啦，我要走了，姐姐们，我要走了哦，我要去睡觉觉了，周周要睡觉觉了。拜拜哦，拜拜哦，我也今天开始就是要说台湾腔啦，拜拜，拳头硬了，走了。